生长痛常见好发就是在学龄前跟学龄的青少年，通常主诉会说可能是两只脚或膝盖的后面会造成有些疼痛的情形，有可能在傍晚开始甚至到晚上开始疼痛，早上起来的时候那种疼痛可能就消失了。有些比较严重的孩童可能会在晚上痛到醒过来。爸爸要先去吃东西吗？对啊，现在脚还会痛吗？还可以，还可以哦。今年小一陈小弟开心的和爸爸外出散步，前阵子时常喊脚痛，这可让家长相当担心。经由医师诊断后，排除其他疾病问题，诊断为生长痛。医师指出，孩童长骨会随着时间成长，在骨骼末端一块由软骨构成的平面区域，形似一块板子，是负责人体骨骼生长关键区域，称为生长板。对，那每个骨头都有它的生长板，有可能就会在某一端或者两端都有这样。对，那如果以这个案的小朋友，他主要应该是。如果是小一的话，主要应该都是在根骨的地方。我们根骨其实是有一个生长板的。那如果跑跳多的话，刚好因为我们脚底的那个阿基底斯腱啊，会拉在那个生长板的上面。其实会讲生长痛，它并不有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说我们在生长的过程，比方说生长板发炎啊，或者是生长带的疼痛，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证据的。在诊断上面呢，它也是比较倾向说我们必须要排除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或是一些已经有确定的症状，这样才能排除说啊，它可能，我说其他事情问题都不是了，才能说它是个比方说生长痛。关于生长痛，主要常见于3至12岁的小朋友，特别是快速成长阶段的孩子。它的表现主要是在膝盖周边，尤其是小腿、膝盖、大腿的地方，可能会有不一定程度的酸痛。这些疼痛的情形，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会在晚上痛醒过来。而这些状况大部分来讲是间歇性的，也不一定会在同一侧持续的发生。持续的时间通常不会延续很久，大部分隔天早上睡起来的时候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些生长痛并不会影响到小朋友日间的一些活动。门诊常常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说他小朋友手痛啊、脚痛啊，这是不是生长痛？那事实上，生长痛这东西的一个成因不是那么明确，那也不是那么常的出现，大概20%的小朋友会有这问题，它大部分发生都是在这个幼稚园刚升小学的时候，活动量比较大，这样小朋友的话可能会有因为骨头的生长跟肌肉拉扯的因素不平衡造成的疼痛。虽然生长痛对于生长发育是没有太明显的影响，但还是会造成小朋友不舒服。在睡觉的过程当中，适度的保持温暖以及良好的睡姿，也有助于改善晚上疼痛的不舒服。日间适当的运动量，不要太过于激动，也可以让这些肌肉得到适当的舒缓，减少它疼痛不舒服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适度的营养、正常均衡的饮食也是被认为对缓解生长痛有帮助。在临床上会先确认小朋友有没有受伤，那有没有真的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可以解释他的不舒服的状况，或者是说他的骨骼肌肉的结构有没有遇到其他的问题，那才会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断。生长痛的情形，有些人是说可能跟我们青少年在日间的一个活动过量导致你的肌肉发炎有关，所以一旦发生这种情形，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让一些比方说热敷啊、按摩啊、放松啊、情绪的安抚，让我们的这些孩童们能够身体比较舒服一点点。骨科医师提醒，孩童脚后跟或膝盖突然有剧痛或肿胀变形，可能不是单纯的生长板发炎，有生长板被肌腱拉扯撕裂伤，最好尽速就医检查，遵从医嘱指示，别让病情恶化。 TVBS 新闻，李明辉、陈如环、陈昭仁、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